来自阿斯塔谢兰信息。一，关于我们不能再等了，你必须做好准备。来自天使与光聊。来自亲爱的地球上的兄弟姐妹们，我是阿斯塔谢兰，我带来了我的太空船，我伟大的太空船，还有所有那些心中热爱这个星球及其居民的人们。这一刻即将来临，毫无畏惧，不害怕任何事情，勇敢面对一切。我们不能说，我们的显现将充满地球居民的欢乐和掌声。确实会有人鼓掌，我们已经一一认识了。当我们显现的那一刻，他们的心就会被照亮。但是，不幸的是，你们星球上有很大一部分人不会接受我们，许多人会散发出很多恐惧和恐惧。所以，此刻，那些今天在路上的人，那些知道路的人，那些知道我们的意图的人，那些深了解我们的人，就需要采取相反的行动。他们需要散发出很多爱，不是为了我们，而是为了那些仍然拒绝了解真相并让自己被完全错误的讯息引导的兄弟。在那一刻，在我们显现的那一刻，我们和你们所有人散发出的巨大的爱的浪潮将是必要的，以对抗将要散发出来的巨大的恐惧浪潮。我告诉你们，阴影正在积极地等待那个波浪潮，因为这将帮助他们在地表上制造更多问题，并将其完全归咎于我们的幽灵。所以，那股爱的浪潮一定是巨大的，涵盖了你们所有的兄弟。谁并不重要，在哪里并不重要，他们为谁服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是兄弟。所以爱的浪潮会保护地球上所有的身体。我们做每件事都非常谨慎并且非常负责任。但不幸的是，那些为阴影服务的人已经准备好按下按钮了。他们只是在等待我们的显现，而且它必须发生。我们不能再等了。因此，这整个过程将是一场伟大的战斗。光明与阴影的战斗，爱与恐惧的战斗。我们已尽一切努力表明我们不是来攻击任何人的。我们不断地出现，让许多人重新考虑你的孩子。我们不能说他们还接受我们，但至少他们承认我们的存在。直到不久前才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每天都会出现越来越多的人，它会不断地发生在地球每一个点的天空中，以便每个人都开始明白我们在那里，但我们没有做任何事。当然，我们非常谨慎，以避免传播一些错误讯息。但不幸的是，我们无法阻止我们显现的那一刻。因此，你必须做好准备。你必须知道如何散发爱，大量的爱。不要表现出愤怒或愤怒，因为如果你表现出任何不同于爱的其他感觉，你就会加剧他们的力量。因此，每个人都必须让自己的胸膛充满爱，并且只以自己的方式，以自己的方式散发爱。没有必要有技术，你不需要任何东西。把地球放在你的手中，把它变小。是的，这完全没有问题。用尽你所能的温柔和爱来看待它，像抚摸小动物一样抚摸它，给予它爱，就好像你手上有一个活生生的东西，它几乎可以幸福地摇尾巴。以您喜欢的任何方式观看这个星球。重要的是你要散发出对地球的爱。当你散发出对世界的爱时，你会增加我们的能量，你可能会包含这种正在散发出的恐惧能量。
你一定会有所作为。我们常说，成为光柱不仅仅是一个标签，需要采取行动，有必要散发光，散发爱。现在是你真正成为你所宣称的那样的时刻了。这并不是为了让自己成为光柱，这不是要成为光柱来进化提升，这是关于成为你兄弟的光柱。他正在参与，他正在做出贡献，他正在增加，那就是成为光柱。因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和时间，不需要一个、两个、三个或四个人在一起。如果想聚在一起就更好了，但没必要。看看这个星球，把它看作是生活在你手中的东西，这不是谎言。那个星球还活着，它是宇宙中的一个生命体，但你需要用很多的爱来充满它，很多的爱。所以你可以安抚即将到来的浪潮，让一切以最和平的方式发生。没有办法避免它，你必须出现。这是地球进化的一个阶段，但我们期待您的帮助。显然，我们所有人都会在心中散发出爱，让这个星球充满爱。但我们需要通过你到达表面。愿它是你在地表发出的波浪。即使对您来说，这也至关重要。因此，我们依靠大家的帮助。我们依赖每个人的旅程。成为光柱，只成为爱与光。谢谢收听，感恩祝福。来自指挥官阿斯塔谢兰信息。二，关于夺取阴谋集团的资产。通灵玛利亚劳拉，亲爱的地球上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阿斯塔谢兰指挥官，很高兴与你联系。当你完善你的感受和你的目的时，你将收到更多资讯，并与银河世界联盟联系。在这里，我们正在追踪人类的演化过程，并为这个星球上的光之存有提供更多的资讯。我们位于你们的星球上，我们占领了地球，我们开始了宏伟的计划，即阴谋集团的瓦解、分裂或解体。人类将开始经历关键时刻，它将经历许多不确定性，但要知道我们和你们在一起，伴随着你们星球的扬升，你们会幸福的。丰盛富足是一项神圣的权利，在你的个人进化过程中，你必须和谐的震动。恐惧会产生缺陷，有必要消除它，以便黑暗势力没有食物。我们关注地球的进步，并支持你们的星球。黑暗和专制政府的财富将在地球上的众生之间重新分配，贫穷将不复存在，每个人都将获得财富的分配和福祉的保障。我们拥有金融系统和银行账户，我们正在致力于将财富从阴谋集团重新分配给所有人。请保持冷静，继续你一直在做的工作。你在帮助我们，也为盖亚地球母亲提供了巨大的帮助。请知晓，我们与您同在，并将跟进讯息并提供相应的确认讯息，以便为您提供即将发生的事件的保证。我们非常感谢你。保持联络。银河世界联盟的阿斯塔谢兰，我们向你心中的光致敬，感谢您的关注，我们向您致以祝福。来自银河世界联盟的阿斯塔谢兰的祝福。 I am Ashta Sharon， 谢谢收听，感恩祝福。